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正妹终极新手就是碰碰，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回到台湾，然后今天就上台来跟大家一起表演。对，阔别了四个多月之后，就再度踏上台湾土地这样子，然后就只有练一次团，看他多厉害，就是非常聪明。对，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就是唱几首歌就好，反正你琴都丢在台湾，在纽约都去 clubbing 都去听音乐会，然后就没有在练琴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没关系啊，全上。”他说：“都 OK 啊，我都 OK， 没有关系，都好，怎样都行。”然后他昨天回来是一头黑发，因为在美国剪头发可能很贵，然后一练完团马上预约设计师，这样就接着练这样。哎，我还要讲什么？没有了。好，下一首歌叫《River》。I sit down by her side.